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走吧，别让乔伊斯等太久。真的可以吗？感觉瓦尔特先生还是很累的样子。但是我离开他太久了，身为乔伊斯的监护人，我实在太失职，把他带到了这么危险的地方。回去之后不知道怎么面对另一位监护人，他一定会大发雷霆吧。关于这点请不用担心，主教大人已经做好了安抚工作，未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， ET Studio 那里天冕擅作主张帮您申请了出差延长。您回去之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 ET Studio 那不是魔剑神姬和太虚皇帝的制作公司吗？卡罗尔，你有点激动过头了，容我提醒你，瓦尔特先生的任职情况在资料里写得清清楚楚。我是资深铁粉好吗？古早的八七版魔剑神姬阿拉哈多我都看过。抱歉，太惊讶了没忍住，你们继续。那么如果瓦尔特先生觉得没问题，我们这就动身返回基地。没问题，我可以和你们一同作战。很抱歉瓦尔特先生，主教大人的指示是将您安全送回天命总部，因此我不得不拒绝您的参战申请。第三小队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您的安全，为此需要您的完全配合，希望您能谅解。牙医，你应该也知道我的情况，虽然退休很久了，但我从未放松自身的锻炼，绝不会拖累你们。是呀，他刚刚还救了我们呢，有个绿者站在我们这边肯定是件好事啊。我理解古尔特先生，请相信我没有小觑您的意思，只是我不能让您面临任何可能的风险，这是我的最终决定。我知道了牙医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我愿意相信你们，我不会亲自出手，不过在战斗中远远地给你们一些助力应该可以吧。非常感谢沃尔特先生，我们出发吧。你和卡罗尔保护好沃尔特先生，第三小队行动。先发制人，创造一点优势吧，一电之星换阵型。我现在成就是现在，你就上勾拳。材料回收成功。好厉害呀，瓦尔特先生！雷电换来斩。漂亮，卡罗尔！雷电换来斩！抓到你了！
可以，燃尽吧！更换阵型，去！这，嘿，哼，打不着！啊，队长，干得漂亮，卡罗尔！嘿，这，哼，嘿，哼。瓦尔特先生，我们的基地就在前面不远处。啊，爸爸！好了好了，没事了没事了。记得瓦尔特先生刚救下我们的时候，开口就问我们有没有见过小乔呢。真好啊，前辈，你不觉得这一幕好像电视剧吗？啊，没想到你是个这么细腻的男生。意外哦，意外哦。好了，让他们父子独处一会儿吧。嗯。